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耳朵诊所。所以您今天过来是有预约对吗？好的，那我稍微看一下。所以今天要做的是耳部的检查以及一些清理，对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希望给你的耳部做一个检查前的清理。手套一直都很难戴。先，我要检查一下你的左耳。外耳看起来情况很不错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但是像这样看来耳蜡有一点多，稍后在耳朵清理的时候可以帮你清理一下，所以不用着急。下面我们来换另一只耳朵。
两只耳朵，里面的位置都稍微有一点发红。请问你是长期戴耳机吗？耳机戴了很久之后，耳部的软组织会被长期挤压，进而耳外部充血，然后会有发红的现象。以后建议在休息的时候能够用麦克外放式耳机或者扩音器，就多用扩音器。入耳式的耳机对耳朵的损害较大。当然也不排斥用耳机，可以选择稍微舒适的型号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不管耳机设计的有多舒适，还是建议少戴耳机为好。现在你的耳朵已经稍微有一点发红了，不过并没有什么病理特征，还请你放心。我在轻拍你的耳朵两侧，让你的耳朵更好的放松下来。以便于稍后的清洁。请不要担心，你现在的耳朵情况非常的好。只需要多注意一点耳机的问题。不过，你的耳朵现在非常健康，两只都是。接下来呢，我这儿有一款耳朵的清洁液，
无色透明，而且没有味道，也不会起泡沫。它只是一款非常适合渗透皮肤的液体，而且可以达到清洁的作用。接下来我想帮你在耳朵上面涂抹这样的液体，以助于更好的清洁。在涂抹这个液体的时候，我会把我的手套拿下来，以便于更好的接触。当然我的手已经被消过毒了，所以请你放心。稍微摇晃一下，以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。接下来，我会在你的耳周喷上这个液体。它接触耳朵之后呢，会有一种酥麻的感觉。这是一种药效，而且不是什么副作用，所以如果你感觉到稍微发热，而且有一些刺痛，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另一只耳朵，我会往自己的手上也喷一点。然后用双手摩挲你的耳朵。做的只是外耳的检查，现在做的呢也是外耳的清洁。内耳的检查和清洁我们会稍后再做。
觉得力道太大的话，可以说出来，然后我会轻一点。这个耳朵诊所的二楼呢，是其他的耳朵部门，还有专门给耳朵做按摩的地方，所以楼上可能会有开门关门的声音。如果你介意的话，我们可以把门加上泡沫板。这样会让杂音稍微小一点。目前为止，感觉还好吗？希望你感觉还舒服。接下来呢，我想帮你稍微刷一下耳朵。用这样的刷子。帮你刷掉耳朵上的刚刚喷到的液体。
接下来呢，我想开始清理和检查你的内耳。首先呢，为了方便检查，我想先清理一下你的耳蜡。没有什么好害羞的。所有人都会有耳蜡吗？在耳道之内。所以呢，让我们先从左耳开始，清理一下耳道里面的耳蜡。希望没有太疼。下面我们来清理一下另一只耳朵。右边这只
差不多干净了。稍等一下，感觉左右两边清理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呢？想给你刷一下耳朵，有一些棉棒还没有完全粘出来的，一些耳蜡。这耳朵没有问题了，下面来看一下另一只。看起来情况很好。接下来呢，还是有想要用一下刚刚我们用来清理外耳的这个液体。因为内耳也不能遭到亏待，是不是？稍微摩挲一下外耳，
会用手指轻轻地把液体蔓延到你的耳朵内部，让你的耳朵里面也有这种刺痛发热的感觉。感觉还好吗？稍微有一点热，稍微有一点热，不过是很正常的现象，所以不需要担心。敲打你的耳廓，稍后呢，我们会再用小刷子把还未干的液体刷出来，然后用棉签来吸干。我们的耳朵清理就结束了。在此之前，我稍微摩挲一下你的外耳，你的耳廓。希望能给你带来放松的感觉。现在用刷子来清洁一下，你的耳朵。不如先用棉棒吸干里面的水。
感觉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再用小刷子轻轻地刷你的双耳，谢谢您今天的光临，记得少戴耳机，记得少戴耳机。如果你对这次的服务很满意的话，请记得下次再回来哟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